各位，我要来录开箱影片了，等了好久好久的手灯耶、yeah ！太棒太棒！我来看看这个盒子，很不错呢，没有想象中软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拿到的时候就是蛮软的。好，外观，好，我们来开这个，好，有点难抠，让我抠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轻轻的打开，轻轻的打开。等等等等，怎么办？好怕开破它、哦。哎、欸，很难开、欸，各位，我先把这个拿撕掉好了。各位，这个真的有点小难开，我没有想到开箱第一个不是开箱专辑，居然是开箱手灯。啊！哦，好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啊，电池，电池，等一下去拿电池。里面的东西，还有一个这个说明书吧，说明书，跟一个就是装手灯的一个架。好，盒子先不理它，盒子先放旁边，盒子先放旁边。嗯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这手灯带还不错啊，比我想象中好。我那时候看，比想象中好啦，很可爱，有些米炫。好、哦，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就是吊带，好可爱哦，桃红色的，跟三月的米炫很搭。接着就是手灯正体，好可爱。哎、欸，真的超可爱的，比想象中好很多哎，好可爱哦，明亮。然后，好，我现在来装这个吊带，吊带怎么装？这样吗？哦，我敲到了，对对，是这样装吗？哎、欸，很难装哎，等一下，而且我一直磨到我的。手灯我很心疼，算了，我先放弃好吗？放弃装，好可爱哦！大家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，请看，超漂亮的，这个疯掉哎、欸，好漂亮哦！好美哦，人家呢？是绿色的，我觉得录影录不出来这个绿有多好看，超好看的。哦，它是四段哎，我以为它是三段而已，它是四段。我喜欢这个桃，漂亮吧 ，Yellow Moon。哦，四段超闪，更闪。总之很棒，最喜欢的颜色是这个。可爱，超可爱的，开箱就到这里了，安妞。